少爷，少爷，少爷回来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少爷没事就好。少爷，你脸上有虫子，我抓虫子呢。下次再想看我的时候，就靠近一点。少爷，别乱动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醒醒！醒醒！少爷，叫了你好几声都没听见，在做什么白日梦呢？什么白日梦不白日梦的？下车了。心跳的这么厉害，难道出什么问题了？苏小婉，来了。心怎么跳的这么厉害？难不成是冰块脸嫉妒我的美貌，趁我睡着对我下毒了？那昨天说什么也不该跟着冰块脸出去。昨天，阿叶哥哥，糟了！哎，元亨元亨，我还有急事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怎么神神叨叨的？我找你可真不容易啊！那话你帮我带到了没有啊？还好意思说？你说的这个人我在府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，还差点耽误了正事儿。那个人是顾府的学徒，他在二少爷身边伺候着呢。你听我说，上次说什么说？走走走，没看我这正式缠身，忙着呢。在二少爷身边伺候着呢，你听我说。在二少爷身边伺候的，除了我，还有谁？你说什么？他真的对大少爷做了这种事？是啊，而且大少爷回来的时候面容疲惫，衣冠不整。这也太过分了，欺人太甚。就是啊，在府里没找到，难道说他被我放了鸽子，生我的气就走了？